这是一对齿轮齿条，齿轮只能在齿条上滚动而不能滑动。我们考察齿轮和齿条相交的一点，齿轮上的点为红点，齿条上的点为蓝点。以地面为参考系，当齿轮在齿条上滚动时，蓝点静止不动，而红点的轨迹是一条曲线，这条曲线就叫摆线。摆线又称旋轮线、圆滚线。现在我们把摄像机固定在齿轮上，相当于以齿轮为参考系，那么就变成齿轮静止，而齿条在齿轮上滚动。这时齿轮上的红点静止不动，而齿条上的蓝点轨迹是一条曲线，这条曲线就是渐开线。渐开线常被用于齿轮的设计上。